我叫丹尼，我是保加利亚人。我23岁。现在我住在意大利。我学习韩语，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。我热爱中国电影和艺术。4年前开始学习韩语，没有学习过一种使用字符的语言，所以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很新鲜。我发现很难学会如何书写盘子，发音对我来说也很辛苦。保加利亚语不是一种音调语言，所以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新的，语法比较容易理解，但字符很难记住。普罗夫基夫大学的老师都非常热情，很聪明。他们在我的整个学习过程中一直提供了帮助和激励。我在保加利亚学习了3年半的韩语，我目前在意大利大学读过最后一个学期。我很高兴能够体验到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学习方式。我在这里找到了很多朋友，他们分享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。虽然在国外学习适应新的学习环境等挑战，但我仍在尝试尽可能多的体验文化。我真的相信这对我来说将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。再见。